怎么都跑出来了？去！这太难了。对。我给你讲个笑话吧。什么笑话？只要不牵扯俺两个的，你可以讲。牵扯鸡。鸡？咱家鸡。哎，快笑死了。怎么了？跑出来了。有一只跑到在那家山后边去了，就咔站在那个家山。我的妈妈，这样赶他吧。跳水了去啊！你怎么弄的？你怎么那么多故事呢嘛？跳水了去，你知道怎么了？我就坏了，那鸡会不会附水我也不知道。那个大王子你不捞？这不就是吗？那么沉，我真叫你捞鱼了。把它捞上来了。你怎么那么能跑你？鸡真成了落汤鸡了。你怎么知道他出来了？我听声音了，不行，自己在那干，谁帮我的？你又不在家，你去买菜去了。撒娇！哎呦，你看看，你又不在，我只能是就是那种埋怨中带着一些嗔怪，嗔怪中又有一些就是那种提高要求。他这种撒娇非常的高级，高级，对，这我喜欢这个词，高级。对，我仿佛看到了我以后的生活。你就我要坚持下去，就你的目标可以，你能不能做到就有点。我本来觉得挺幸福的，但是现在觉得就是还得向阿姨学习。段位主要是老刘要向叔叔学习。又开始吐槽老刘了吗？对，自己 Q 自己是不是？对，还不够。但张爸爸真的给了大家很大的压力了，非常。好了，往下捋捋。豆腐、豆芽、菠菜、鸡蛋汤，这个先不要是吧？先不做，不做了你就先放。不，这个必须把根埋上，要不第二天全淹淹。菠菜，菠菜你都能用了，用不了吧？切圈嘛，你都切碎了。你我得教给你学会点勺，你不会点勺还行。张爸真的太厉害了，少倒点醋哈，别倒多了。好，豆芽能炒出水来，晚放盐，盐少一点哈。最后出锅的时候，滴上一点香油，你看汤下的差不多就熟了。啊，真不行，太沉了。哎呀，你怎么还剩这么多？太沉了，我真不想扒。哎呦，你看这小手法，我的天哪！哇，好完美啊！吃饭，尝尝儿子做的。尝尝。脆可以。味道差不多。你觉得儿子做的菜怎么样？一般。一般。我觉得就是火候少大点儿，炸了。这俩人太不知足了。咱俩给他这顿饭打个分儿。你别向着他啊，做的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要有私心杂念啊！啊，私心杂念。及格偏上一点吧，70分吧。要我打吧。65分，真的假的？要求怎么这么的高？对呀，我那天晚上做的菜我特别简单，他做的吧，基本上没肉，拍黄瓜好拍，豆芽这也好做，豆腐煮一煮，蘸大蒜也很简单。对。K.O.
太严格了。就他们的评判还有难度系数分，对，要求好高啊。你待会不要点评我的啊。哎，平常在家咱俩谁多分？我做的多，家务担当就是啊。这个做饭吧，哎，有一种乐趣，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我就觉得有，哎，挺有乐趣。嗯，这倒是真的。是，吉克他爷爷那一辈儿都是俺爸做饭。哦，有传统。但是我觉得男人做家务，真能把家里这个和谐的气氛能提上去，你说是不是？都一样。相互的吧，都应该哈一起是吧？对。因为我老父亲吧是很有名的厨师。那么长时间一直在心里在想怎么给自己圆啊。一会儿那个刷碗怎么弄，剪个石头布，谁输谁说。又来你们家真的太爱这个了。今晚肯定是我的了。这一把如果第一把能决出胜负来，我洗肯定决不出胜负来。第一个可以换个方式让你们比。真假的？肯定。说这个。哎，哎呦，有没有光？看见了。他那个眼睛好用嘞。太幼稚了。你对镜头跟镜子都没有反应。没反应。来，一二三。五子同心。我说第一把决胜负我洗。哎，是，他刚刚是这么说的。对，真假的？哦，对，决定胜负不用管谁输了，你写，公平、公正、公开。我没想你出包，是吧？很和谐，真的，这就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家园里的。这么怎么回事呢？播一个满分的像话吗？没有槽点。没有对吧？只能搞到阿姨。哇，阿姨也是完美啊。哎，主要是他们家里就女生她在那边分配的时候，两个男生也很服帖，然后他们有矛盾直接石头剪子布，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个解决方法，什么都是完美答案。对，所以现在在您眼里阿姨还是那个小女孩吗？对啊，有些事他做的没有我快利索。嗯，哎，所以有些事我都不让他干。就是炒菜吧，我炒两个菜，面儿菜儿我全干净了，他什么都全扔那了。也不至于吧，什么叫全扔呢？我注意发言，注意发言。我再给他打扫第二次。我就这么无能吗？但是吉克这方面学我了。什么？这炒完了菜什么都收拾干干净净。我觉得这些东西教不出来，得自己悟。你有悟的过程吗？我觉得就是可能跟我这职业有关系吧。那乒乓球也得悟，就自己得去琢磨自己的同时，还要琢磨对手。嗯。所以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细节，可能有助于帮助你在球场上一些你不足的地方有所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互补。好通透是吗？把家务讲到乒乓了。对，我们看下一段吧。好不好？无话可说，你来干什么？真成柯哥了。柯哥，柯柯哥哥，你来干什么？你真是你来刺激我们，对不对？晨晨已经只知道点头了。
好，那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看了家庭组，也看了室友组，最后看到夫妻组了。哎呀，压力好大。你们俩那个关系是高甜的那种吗？算高甜吗？你们先自己评价一下，回想一下自己都做了什么。我，你忘了？我没有那种，哎呀，亲爱的，没有。亲一口，哎，你是最棒的。他想这样，但是我不想。你拒绝他？我拒绝他。你怎么可以这样拒绝一个女生那么甜蜜的请求？他要哭了。我看一看，来看一看，看一看。你把这个放这里干嘛？你洗干净也没有用啊，你放进去就潮了。什么？好脏啊！你这个潮湿都是一种细菌了。哦。好恐怖，你看。最近很潮啊，天气。超潮，我告诉你，这个一定要扔啊。哇，我没有发现会发毛哎。哎呀，哎，这个很脏，这个真的脏了。你还有这个，你这个反而你是要用热水烫一下。你现在那些刀你还放这里，都潮了，都发毛啊。没有啊，没有啊，你碰到就，你刚刚那个是肉眼看得见的，好不好？你现在哪怕说，哎呀，没有啊，没有，你已经放进去了，这些就是细菌了，好不好？这好好的一个刀，不想把它扔了。没有，你不用扔，你就真的用你那个热水泡一下这个。哦。洗干净。行，我就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泡一下。你一定要啊，你一定要。哎呀，你这个真的好恐怖。幸好你发现了。好温柔啊，你真的。来吧，没有，你也不能。哎呀，这个是 baby 的，刷 baby 的。哪个？我可以用哪个？这个。你要用来干什么？这个吧。这可以刷碗。你要刷吗？你当然要刷呢，怎么冲一冲啊？他又被吓到了。刚刚那个是发毛了，我来吧。没事，你等一下。我觉得这样两个人会慢慢有点情绪吧。如果是我的话，你等一下。你别来了。你来吧。来，我再滚一下。好 ，OK。烫一下。OK。两边。OK。什么菌都没了。OK。放哪里啊？放哪里？你放。他刚刚发毛啊，你还没弄好。那我又放回去。我泡一下。没有，你这个根本不能用。你这个今天晚上你根本不能用。哎，等一下，我先把刀拿下来。现在很怕你有，你就放这里吧。你有这个，你为什么不放这里？可以啊，可以放这里。为什么我还在笑？你把这个放这里干嘛？随手放啊。王祖蓝，你要不要这么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啊？这个是紫外线去就可以吹干。它不止吹干啊，紫外线，你这个也是要用紫外线除菌吗？真的，这些是真科学，好不好？说话感觉会骂我的那种感觉，那个眼神是。其实你会有生气吗？我没有的，我不会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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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指着你生气，我最多是会静静的哭。哦，那个女生这样哭，我觉得更让人心疼。如果是张阿姨，张阿姨就说还不是因为你不在家，对吧？就傅首尔，你会怎样处理？那我能怎么办？你又不在家，我都做了这么多了，还对我提要求，我的命好苦。我能控制天气吗？对呀、啊，梅雨天啊，找出一堆借口。但是亚楠真的好温柔哦、啊。哎呀，这个我也不敢碰。
没有，碰了之后就手都消毒就可以了。哎呀，等一下，等一下，这。哎呀。祖蓝，你需要安慰他了。他没有。但你那时候完全在那个有怕有细菌的那个状态里面了，眼中只有细菌。因为祖蓝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脏已经危害到家人健康了，他已经完全顾不上别的了。我来吧，我先洗我看到的细菌，你再洗你看到的细菌，好不？那就肯定，那就所有的，那所有细菌都没有了。OK， 他们竟然能看到细菌。还有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应该也可以了吧？行，我再烫一下就可以了。好，小心。OK， 没事儿。没事。哎呀，好干净哦！你那么辛苦回家还要弄这种东西，哎，我感觉我好像没有镜子了，好温柔。没事。行了，去休息吧。OK。早点睡吧 ，Dear。晚安。Good night。王祖蓝太幸福了。哎呀，这是在夸我吗？Dear，Dear， 你在家里对周先生最肉麻的称呼是什么？先生。对，你会喊亲爱的 Dear？ Dear 我不会，亲爱的我也不会。那他会喊你小甜心？绝不，绝对没有，人生没有发生过。张妈，你喊句 Dear。不会，说不出。说不出，可以的，加油。来一句爹爹。他听不懂，他不知道爹什么意思。我爸只知道第一，不知道第二。我真不知道，我没听清楚他刚才说什么。他真不知道，他爹。第一你叫第一爹。第一可以。这个咱真不懂。关于这个恋爱话题，你们两个男人要学哦，特别晨晨和季科。没有发言权。第二。我对不起晨晨。Dear, dear, dear, dear. 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用爱成就爱家奶爸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待会儿你记得要帮他冲奶。好啊。要不要海普诺凯1897奶奶？要啊。OK。在沙发上吧，对，就这样躺着吧。这可以吗？行。这个就是全面营养好吸收，让你快快长大的高端婴幼儿奶粉哦。他专心的在喝。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今天不能迟到。干嘛？娘娘，就是姑妈。好呀，哎呀，好开心啊，开心吧？哎，哦，娘娘 ，Hello， 隔壁，隔壁，谁呀？娘娘，好可爱哦，记性好好哦。等一下，可能。找一些东西让他偷偷就是进房间，不要看到我们出门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娘娘是来看孩子。他们俩要二人世界去吧？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哦，来跟娘娘去，我们跟娘娘去谁去过来。OK， Go。哎呀。娘娘弹琴 给你听好吧，娘娘弹琴。好呀。娘娘弹琴哦。来来来，你到，哎，走。
No， 哎，来，哎，他有钢琴就不管我们了，放心。还是快去快回。Let's go， Let's go。干嘛去两个人？来，这边请啊。哦，谢谢。谢谢一下啊，好的。前一次什么时候做的检查？一个月前。一个月前。20号。嗯。啊，好的。哦，产检去。嗯。咦？他在干什么？坐着。哎、他在动啊。他在动啊，对啊。现在目前应该是醒着的状态。没有，我们吵醒他。哎，这个蛮好动的，他在摸自己的脸。对。哦，他在转头。可爱啊，这个真的就全都看得见，它会一直这样子，然后它会在羊水里面飘来飘去，这样子。哦，这是臀部，哇，长腿耶！就那个时候真的还挺幸福的。它现在多长啊？长度对吧？长8.97厘米，9.9厘米左右啊。哦，来看一下心脏啊，挺开心啊。好啊。哦。看到在跳，在跳动啊！哇，开心，对啊，心跳，这是心跳声哇，也是正常啊。正常，一会儿我就测他的心率是多少。爸爸都比妈妈就紧张，对他比我紧张好多。因为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心率145啊，正常范围，正常。哎呦，吓死了！吓死了！基本上都健康啊，可以，嗯，好，好的，结束，谢谢，辛苦了，好，谢谢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放松，健康就好，对，其他都不重要，健康就好。所以妈妈做产检其实很多人觉得很幸福，真的很煎熬的，特别是她会给你找什么脊椎啊，帮你找那个器官在不在的时候，没有说那个在，你就觉得一直很紧张很紧张。但看完都顺利之后，妈妈的幸福感觉突然间溢出来了。对， Gabby 你看一下会不会吓到，她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看啊，她不怕哦，我以为她看到黑色，不会不会，他很勇敢，很勇敢的，这倒有点像他妈妈小时候都不怕的。嗯，我妈说，哎，上台跳个舞啊 ，OK， 跳个舞吧。哎，你听，你听，他知道，他知道。他说什么？你再说。咕咕。怎么知道？我们真的很惊讶。你之前有给他看过 B 超的照片吗？很多大人都看不懂。Gabby， 你再说，这个是里面是什么？不不，啊，对不对？啊，太厉害了！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一点都不像 BB， OK？ 你怎么看得出来？他真的知道是 BB 哦！他认知能力太厉害。对，他真的好棒。这个人精哦，这个人精。哎呦，娘娘都哭了，都要感动了。你要妹妹，要弟弟啊？你要妹妹要弟弟啊，他对弟弟妹妹有概念吗？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妹妹什么叫弟弟吧，妹妹，天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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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可爱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已经有他的规划了。你规划刚刚没有那个洗地板的那个消毒液，我在京东超市上面买一些就是消毒的用品。好啊，你上去买啊，粘柔巾啊，消毒巾啊，消毒湿巾啊，我上京东超市买清洁用品。好啊，OK， 哦，现在3:40几了，可以做饭了。
开始要进入做家务了吗？终于，压力来了。就是牛排、虾仁炒蛋，汤。西兰花。啊，西兰花。盖比要西兰花。我要葱啊，我是喜欢葱。放心啊，你虾仁炒蛋也要葱吗？对呀、啊。OK， 可以。对呀、啊，我就喜欢葱啊，谢谢。没问题。加油哦。这几道菜什么加油呢？我没看过你煮菜 ，OK？ 哦，你没有做过，证实的很少。超简单 ，OK？OK？ Okay? Okay. 这个我预感很不好。先给自己捧场。这个场捧的太高了。这真的是结了婚之后的第一餐。真真实实说，真真实实有三菜一送。要焯水。你这个汤等会再滚一下就可以洗干净了。好的。焯水焯太久。姑妈忍不住，她就是担心。你的鸡汤都可以喝了，再煮下去。那得过水过那么久。对，你都煮烂了吧？这个肉呀。对，已经那个鲜味没了。爸爸，你会吗？你要帮忙吗 ？OK 的，没问题。姑妈快要忍不住了，三。啊，你来了！我以后要污做水了。哇，吓死人！就是，这个水不好再烧嘞。可以了。哎，关了。可以了，感觉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对，哦，差不多了，30分钟滚完了。你行吗？一个人？OK 啊，就洗洗菜，就虾仁，虾仁不要洗了吧。行吧。啊 ，Gabby 吃不吃葱很多的 ？Gabby 是可以接受葱的，但是太多也不好。那我在想那个虾仁炒蛋。哦，比这个多一点就行了。冬瓜基本上40分钟左右，什么都烂了。通常它就放一点那个蒜粉，是不是一块够了呢？你这个放了胡椒粉了吗？那你要小火，你就拿一个出来，另外一个我再把它放到 freezer。你先出去。啊，为什么男人干活，女人喜欢在旁边指导？怕就是不像样啊，就做的不好吃啊，或是程序错了。对，男生做饭的时候旁边有个女生在，老指挥你是不是特别别扭？不愿意不愿意。我下次不来了呀。哦。这刀工可以啊。对，切得不错。他还算 OK 的。超简单。冬瓜可以放了。对的。哇，这个真的好香。好香哦。哎，那先用这个炼炼油，挺好的。牛排，其实他理论知识真的还蛮挺多的，他知道怎么做饭。就看他做的看得多。倒数了，你先煮3分钟。对，黑椒可以再多一点。在煮的过程当中，我会再下很多黑椒。非常好，我把那个 mustard 拿出来啊。看两夫妻在厨房里这样共同忙碌，是个很甜蜜温馨的画面哈，光看都那很幸福。哦，哇，好香、哦！老公好棒！哎呦，太好了！好厉害哦，帮我煲汤哦。哎，他太乖了。哇，他还会捧场，他也太好了，他从小就知道鼓励别人。对。哇，好香，还不错，真的还不错。哎呀，这个真的要拍照留念啊，这
人生第一次尝你炒的菜 ，OK？ 啊，拍照留念，对，必须的。看上去蛮好的。对。哇，你看祖蓝帮你把油都劈掉了。对。哎呦。哎，他好细心哦，他是劈油呢。肯定是不会说不好听的，我已经发现了他们家的鼓励文化。嗯，好吃，好吃，真的吗？自己也鼓励自己。嗯，虾仁很嫩啊。对，毕竟是第一次煮，还是要给一些鼓励的。嗯，好美。前辈，汤。好喝吗？头钻到里面去了。真的，这个杯子有点大。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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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尝。哎呀，要不要汤？够不够？今天医生说，蛋白质、肉、蔬菜、养生的汤水。今天其实搭配的很好的。完美，小朋友那么小就学会了，是肯定是言传身教。难得你夸我的厨艺，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真心好吃。呼呼，辛苦了。哇，他们家的夸夸文化真的可以。你们不认为是真的好吃吗？都觉得是鼓励文化的缘故吗？对呀、啊。我觉得他们两个很不鼓励你。因为我是觉得不至于这么好吃，对不对？对，就是五秒钟夸一次，确实是。那我走了啦，辛苦啦，不辛苦，拜拜，拜拜，下次再见。辛苦了，老公。也没有，原来站着那么久，腿会酸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脚跟有点酸。做妈妈真的不简单。我妈就是生了宝宝之后就没有工作吗？就爸爸出来工作吗？对，她说她每天要煮三餐，而且要不同的。某程度上，我在你身上也看到我妈跟我外婆的那种感觉吗？可以为家庭放弃一切。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传统？对，你超传统。但是我的传统不是大男人，就是在我心目中，这种就是女人美啊。嗯。那就是大男人了，是吧？对，是不是？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你照顾 Gabby 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好美啊！啊，其实就在夸自己的妻子很美。然后有时候我看到你做饭给我吃的时候，哎呀，好美啊！我觉得我们这种中国的传统的美的、很贤惠的女人，真的没那么多了。我找到了耶！娶到你，我知道后面就会很幸福。祖蓝哥，这个幸福都是自己夸回来的，一口一口夸回来的幸福。我就不是他那种表情什么都出来的，哎呀，那那，我只是冷冷的讲一讲，然后我爱你的啊，你知道吗？就不会，那就。所以我就觉得没有，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啊！你让一个男人永远很媚的、很甜蜜的在那说"我爱你"，我觉得也有点很奇怪。我们女人有点接受不了，就是女人该有女人的样。对，我是觉得说男人会看女人会带着那种传统的观念，其实女人看男人也一样。哦，真的会，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爸爸是我继父，他是一个很有包容、很承担的一个男人。然后我一直也渴望未来我的老公是也是那个男人，他可以保护我、呵护我，也是这样传下来。对对对。然后当我跟我老公生活蛮幸福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其实你当你幸福的时候，因为你在你老公身上就看到了你的爸爸的样子。嗯。醒醒。听不懂。我俩听不懂。晨晨和季柯，你们会渴望找一个跟妈妈像的媳妇儿吗？张季柯老师在思考，不如晨晨你先说。那我先说。嗯，哥，你想会儿。我也没想。
这是连妈妈在身边呢，大家。你要说完全找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不可能，就是两个人得相处，就没有天生的一对。夸妈妈，快点夸妈妈。没有说两个人一见面，咱俩真配，那过一会儿就完蛋。晨晨，你说。就我妈希望我能就是以后啊什么能找一个像她一样特贤惠大双眼皮儿，然后特别豪爽，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就是将来找一样找个她那样，但是我可能就从小听这话听多了，然后就叛逆了，叛逆了，就找个单眼皮的，就找个不着家的。啊，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没有在恋爱里，那他们现在还是要靠磨合。有一天你找到伴侣了，发现特别和谐，会不会像妈妈哪一点？对，也有可能是跟爸爸像。那没戏，那天天就当第一，天天在厕所里。好，最后的环节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海普诺凯的小剧场，我们要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往荷兰原罐进口的海普诺凯1897的货架上看，在那边有很多的海普诺凯1897的奶粉，在有三个罐里面藏了三个任务，我们将会邀请三位家务男来进行一个挑战，这三位男分别是张继科爸爸、魏爸，还有我身边的李诞诞总。这盘罐，对，那个你选那个，我来这个，好。好，我们回到客厅，我们先说三个里面有任务，但有一个特权卡，如果你抽到之后可以躺着看他们表现，然后另外有两个任务就一定要完成哦，100%要完成。好，张妈你开始。哦，是什么呢？不会那么巧你就直接抽到那个特权卡吧？金主特权卡。哦哟，哎，可以可以，我现在就可以躺，看他俩表演就是了。蛋总，恭喜你抽中海普诺凯1897奶罐三连拍逗女嘉宾开心任务卡，就看张妈开不开心。对，阿姨注意，你不用开始，我一看你我就想笑。阿姨你让我发挥一下，阿姨。阿姨还没开始呢就开始乐了。阿姨来看着这个奶粉，想象想象未来继科会有两个儿子。啊！笑完了，对不对？真好，说到我心里去了。阿姨从内心开始高兴，对不对？看到奶粉就要联想到将来用得上，用得上啊！好，三个啊，三个，三连拍，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再生个龙凤胎。该魏叔叔背诵一遍泡奶的正确方法。对，你以后要帮魏大勋带孩子，你首先得学会泡奶嘛。嗯，有点忘了。叔叔，这个可是我们在第一季就考过的哦。我记得上次咱们还一起操作了。啊，先放水，先放水。那可不，你旁边有人给你放水了，水真的是。啊，然后，完了用那个勺，快三勺吧，然后就是盖上盖。我之后就摇匀。咱们妈妈们给说一个正确的好不好？妈妈好，大家把水倒进奶瓶之后，然后相对应的奶粉勺的量放进去，不能太细也不能太稠，对宝宝的肠胃会造成负担。然后呢，拿完之后把它盖瓶盖之后用手这样搓着晃，这样的泡气泡少一点，然后泡完之后一定要在手臂上测一下温度，怕烫到你的孙孙。好，这就是海普诺凯1897的奶粉泡的方法啦。好，大家记得一定要打开海普诺凯亲子乐园的小程序，和心爱的他签下专属的你们家的家务合约，解锁甜蜜时光。做家务的男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用爱成就爱家奶爸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每周六12点，不做家务做什么第二季，解锁更多未播精彩。每周二至周四12点，男人的家务日记第二季，深度围观逗趣日常，泡一起才有趣。来爱奇艺泡泡 APP 解锁做家务男人的 N 种打开方式，随时随刻精彩一下。来随客 APP 参加活动，现金好礼等你拿。张玲，你一定要在旁边啊，我有点紧张。你好男人撒娇，真的他
之前我只有一个男生，也想看看有没有比他帅的。说这个干嘛？都聊什么话题啊？嗯，我看过蛋哥的综艺，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播都播不了。啊？说的是什么呀？结婚纪念日，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男人没有决心，那还想生吗？那今天我们也很开心认识了小蒋，小蒋来到了我们的聊天场地，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助力你的一年的一个家务承诺。这边是刚才那个室友组一直提到过的那些做家务的神器。哇，但是神器是要打引号了。哎，果然是最不好用的都拿来了。有好用的，有好用的，好用的也有，好用的也有。哎，这个是特别好用的，切丁的那种，捣蒜泥儿啊。对，所以这一切都给你，然后希望你做家务越来越开心，越来越享受。好，谢谢。参与家务的漫谢互动 ，pick 你最支持的家务行为。也把我们的祝福带给你的太太。好，谢谢。好。按遥控器上键，奇观十人十物十音乐。明星玩家已就位，等你一起来 play。搜索明星玩家玩同款。来爱奇艺拍小视频玩家务男同款小游戏，还有红包拿。奇遇 VR 躺着看剧目电影玩 VR 游戏，做家务的必备神器。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同款表情。参与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互动征文，就到爱奇艺阅读 APP 冒泡社区。爱奇艺专属流量，随时随地想看随意。下载展颜 APP 看美妆秘籍，一起加入变美行列。打开百度 APP 搜索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百家号，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百度地图全新升级，懂出行更懂你。听中国交通广播，制造未来新鲜生活方式。来新浪线目客户端，一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登录凤凰新闻客户端，看更多节目有料新闻。上美颜相机 APP get 节目同款自拍效果。打开百度 APP 搜索做家务的男人百家号，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搜狐、今日头条、百家号、小红书、新浪新闻、百度输入法、曹操出行、智联招聘、Zucker、鱼罐头、通明、美美娱乐、天翼视讯、360娱乐、荔枝新闻、网易娱乐、饿了么星选、无他相机、WiFi 万能钥匙、搜狗输入法、美颜相机、永乐票、我爱上海、国际在线文娱、北京网、中华网、中广娱乐、中国娱乐网、环球网、红网粉丝网、热点文娱快乐粉丝会、方糖、眼客、谈资、速率、驴虎娱乐、一只鱼、雷兽屋、爱回收、怪兽充电宝、西半球 APP、犀鸟公考、飞熊 APP、影视头条 APP、旺特沃音乐、小鱼 APP、江西手机报、QQ 群应用、超级粉丝团、斗牛 APP、蜗牛睡眠 APP、塔图文学、天气万年历、中华万。年历、茄子日报、茄子悬赏、味饭 APP、OWAT 听伴、超级星饭团、爱豆、巨桃、想见你 APP、克拉克拉、治愈 APP、成果娱乐、倾家 For Fans、娱乐盒子、一点资讯、中华娱乐网、北京文娱网、中国娱乐报道、大众文娱网、全球娱乐风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